两国全方位的务实合作展现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和机遇优势。双边贸易额在前三季度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，今年有望再创新高。中俄科技创新年圆满的闭幕了，一系列战略性的大项目顺利的实施了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同 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顺利推进，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，团结国际社会抗击疫情，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政权内涵，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。